当你自拍的时候，老娘可真是天仙下凡那傲人。当你合照的时候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姊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烦恼？开开心心跟朋友聚会，想要拍个合照留念，结果不是沦为背景板，就是被拍成表情包，和一像素还低，想 P 都 P 不好。恭喜你来对地方了。本人虽然单独拍照的时候就那样吧，但合照从没输过，绝对的合影杀手，蚊子疯的。那今天 T 老师就掏出所有合照的心机小技巧，赶快收藏起来，掌握这几点，以后合照你站哪儿，哪儿就是 C 位。首先第一点，找对光线。来，跟我念三遍：摄影是光影的艺术，摄影是光影的艺术，摄影是光影的艺术。不管是自拍还是合照，光都是最最最最重要的。什么伦勃朗光、蝴蝶光啊，我知道你们也学不会，我就不多讲了。咱就记住两个要点：一，不要站在顶光下；二，一定要有正面光。像我们这种经常拍照的大明星，呸，见到顶光那都是要手刀逃跑的。不管你遮了几十层霞，妆多么无懈可击，只要站在顶光下，你的泪沟、法令纹全部原形毕露，而且还是放大、加深、锐化十倍的那种。而且光从头顶上照下去啊，会让你本来就不富裕的头发显得更加秃。正面光的话很好理解了，就是你的脸正面上是有光的。最理想的状态是主光源正正的打在你的脸上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的脸是正正的面向窗户的，这效果是不是堪比某图秀秀一键美颜？注意不要站在别人的头顶下，不然黑不隆咚的脸，你开十个修图软件都救不回来。刚说光线很重要嘛，那找对光线的另一个好方法就是找对站位。很多人啊，一合照的时候就喜欢往后面躲，是不是你？跟你说，这种就是一个重在参与的合照，拍出来你全在阴影里，整个人直接隐形，完全就是人肉背景，还不如不拍呢。所以合照咱既然要拍，就尽量往镜头靠近一点，越往前光线就越好，清晰度也会更高，后期的 P 图空间也会更大。如果后排人太多或者说没有光，宁可蹲到前排或者坐在前面，甚至你躺在前面也不要站在人墙后面。另外就是合照的时候尽量往中间凑，因为镜头边缘是会有拉伸畸变的，站在边边角角的话不仅显头大，而且还变形。看看 Lisa Rose 分别站边边的自拍对比，人家大美女变形了还是美女，你呢？所以咱们普通人类谨记，超过两个人以上的合照最好不要用自拍的模式，除非拿相机的人脸扛得住。 OK， 站位解决了，接着就是怎么站的问题了。不管你是站着、坐着、蹲着还是躺着，记住角度很重要。举个例子，站在靠边位置的时候，身体可以往 C 位侧一点，但一定注意不要把胳膊贴着身体，不然会挤出胳膊上的肉肉的。肢体动作可以适当大一点，把胳膊腿都伸出去。来看看我们千颂伊教科书级别的合影姿势。咱们日常拍照不需要这么用力哈，看 BLACKPINK 这个合照，在两面凹出角度的 Lisa 和 Rose 都比中间的智秀要更加抢眼。没有说智秀不好的意思，只是单从这张照片来说，外侧胳膊叉腰或者松松的摆在身体前侧，外侧的腿往前伸一点，站直的话身体重心放在后腿上，是不是马上腿长两米罢了？如果你有幸站在了中间的位置，核心还是找角度，脖子、胯、腿，用你的腰去找一下角度，让你的身体不要在一条直线上，身体有一点曲线的话，整个人看起来会比较灵动，就不会有被罚站的感觉。如果不会扭，就给手和脚都找一点角度，比如说手抬一下，两只脚前后站，或者跨步找一个角度都是 OK 的。像 Tizzy 和 Esper 这两个合照，手部脚部角度更大的成员比站在中间 C 位的成员更抢眼，最后没办法站着，只能蹲着或者坐着了。其实相对站着、蹲着或坐着更心机、更抢眼，法则是什么？今天强调过很多遍了，对，还是角度。不管你是蹲着还是坐着，还是用手右脚去找一个角度出来，比如说把胳膊曲着、腿曲着，整体呈现出一个三角形的形状，这样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比较舒展大气。如果整个人蜷缩在一块，就会显得很没精神。看这个合照里的朴智孝，只有比远处的人美，看起来更舒展一些。蹲着的时候，靠前侧的腿可以跪在地上，后侧的腿支撑住身体，一只手轻轻地搭在立着的腿上，另外一只手微微弯曲，跟身体保持一点距离。注意上半身一定要挺直哦。坐直的时候还是找角度，可以一条腿在前侧弯曲立起，另外一条腿在后侧盘起，伸出去那侧的胳膊可以搭在腿上，背部挺直。有没有在悄悄跟着做的姐妹们，是不是还挺累的？真的，明星网红看着随便一拍的照片其实都费老大劲了。来，最后就是表情管理了。首先判断一下自己适不适合笑，如果你的牙弓偏宽，唇裂也比较大，笑起来的时候能轻松露出上排八颗牙齿，而且不会露出牙龈，那您拍照的时候可劲儿笑吧。我自己就属于这种情况，加上下巴偏短，这样咧嘴笑的时候呢，下巴还能往前面顶，侧面看会比较明显哦。
有没有出来了，这样能够让脸看起来更尖。所以我很多照片都是露出标准的八颗上排牙的咧嘴笑，注意笑的时候眼睛也要眯起来哦，不然就是皮笑肉不笑。用这种表情拍照，人看起来会甜甜的，配上红唇的话，绝对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你。如果你的脸部轮廓比较硬朗，中庭偏长，那拍照的时候可以把头微微的扬起一点，这样子能够达到缩短中庭的效果。眼神向下，唇部放松，微微张开，张到隐约能露出一点牙齿就行了，不要张太大，不然会像个憨憨。用你觉得比较好看的那一侧脸去面对镜头，头再歪一点，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就特别有拽姐范，十米开外生人勿近的那种，贼高级。怎么样，都学废了吗？就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，最最重要的是自信，只要相信自己是美的，自然会散发出一股魅力。下次合照试试吧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But I find it long enough to know that there ain't no